降温了，今天好冷啊！要把袜子穿好。这是西北正式降温了，真的。前两天还没有这么冷，而兰州能冷了，说明是真的要冷了。拖鞋穿不到了，过两天还能穿。哇，今天有风呀，起风了，也没有太阳，看这个天跟要下雪一样。今天是10月8号，星期六，寒露，难怪这么冷。我也没买件厚衣服，就两件轻衣服。这一出来的话，还是有一点冷的。过两天看看能不能买点厚衣服。嗯，今天可能是在甘肃的最后一天了。昨天这里还有买的肉，哎，不是这个，还有买的肉，今天晚上把它吃了吧。我又买的饼，买的肉，买的菜。哎呀，车子倒了，哇，饼掉一地，肉没在这里面，它去这里。哎呀，肉今天要吃了，不吃的话我怕变味了，一斤。反正是在这里最后一天了嘛，今天我把这些菜拿出来，然后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炒个菜，在这边吃一点，把这些全部都拿出来吧。这里还有大蒜、辣椒。本身今天想自己做的，临时计划又改变了。所以说明天出发了，不在甘肃了，明天出发的时候再买一点就行了。今天晚上正好聚餐，看一下聚餐的话就把这些肉还有菜全吃了，炒个辣椒肉行不，还有白菜，这个饼。白菜、光头菜，哦，四个饼，这还有一个，行了，没有其他的了。炒三个菜应该是没问题，肉的话能炒不少。把这些菜先放这边，今天晚上人多，大家都一起吃，然后又包水饺，加上炒几个菜，今天晚上散伙饭了。今天荣哥在这边还有焖的地瓜啊，在这里面啊，应该快焖好了，那会焖上的柴火上面也有。今天牛叔在这边包的饺子，这边肉馅已经剁好了，猪肉、白菜。我主要是不会和面。大飞老师今晚给你上一课，那我来切这个。一碗肉，我你别干那个，我也吃。包点蒜，然后用吃水饺的可以直接拿来吃就行。打个肥料不好，肥料。走吧，拿个。我活。我怕我搞那个了，我不会。来吧，来吧。
那我就要学了，我就得当飞。我有，哎呦，可以啊，大飞。哇哦，被杀到地下去了啊！有点烫，还是热。 我们飞哥也为我们的团队离别做出一份贡献，这是离别饭，虽然是吃的很难受，但是菜一定要做做好吃啊！别做成黑暗料理了。来，猪肉已经炒好了，把鸡肉放进去。猪肉鸡肉，这是肉钩鸡，龙哥多年的大厨。<笑> 实战的，正儿八经的实战，实战练出来的。来点老抽。哇，味上来了，这是。吃肉一定要炒起来。 一定要把它水炒干，下了油。炒不起来。北方的吃法，大锅吃肉。来点老醋。哇。味杠杠的。下料，还需要什么料？白糖必须要有。哦。 白糖一块，白糖提鲜，对，放点盐。大厨，这菜做的，八角一定要有。做猪肉离不开八角，炖出来味好吃。 桂皮一点点，蚝油，蚝油要去芹菜油，就赶到了，没了。啊，就是大墙那有。然后去拿过来，甩点蚝油。哇，这个味一下炖出来了。忘了事儿。生姜蒜。来，都放上。 还有土豆，好。这个菜好。我不是，我来拿蚝油。然后这个地方。蚝油吧，蚝油在我这里。野外烤地瓜，我的天！哇，我尝一点。我洗过手了。我掰一点点。给你拿。哇。这咸气我就尝。慢着来吧。哇，这味可以。烤干了。嗯。好吃。后边。这个地瓜就是跟人的吧？哇，行，这些就够了。下面还有四块，五块。好土豆。这是临潼的地瓜。嗯，吉祥。等我给你拿。那为什么不甜啊？好吃不？我尝着好吃。 我刚才我说我以为红薯是甜的，我不吃了，我来拿蚝油的。放点红瓜。好。哇，这个料不，行，好，就蚝油够了。蚝油。 肉焖鸡已经出锅了，哎，瞎说，还没出锅，还要炖，这才开始准备动作。哦，刚才是准备工作，现在才开始正式的活。高压锅打得快。嗯，需要盖子。还有炒菜呢，时间来不及了。哦，还要都放了吧？蒸一会儿。
那媳妇老了。他们说的上车饺子，下车面。把这个面，滚蛋饺子落地面。他说滚蛋饺子落地面。看看面上面烤的。烤两个猪仔蛋，别烤饺子这边二餐。这个菜吃的宽，不用那么细了。很会啊，兄弟。啊，饺子不是我强项吗？对对，我知道，咱们就是因为饺子认识的。对。大强，然后把他媳妇儿送机场。嗯，一会儿大强回来，注意安全哈，一路顺风。嗯，等会儿等你回来吃饭。只是他媳妇儿赶8点钟的飞机，所以说。没时间和我们一起吃这个晚饭了，等以后有机会吧。来，荣哥包一个饺子，北方饺子，地道的啊。我来看一下我的包的是不是北方饺，馅儿一定要足。来，荣哥教我包，把馅儿再打看啊，先打中间。哎，我看不见。咋了？嗯，把中间捏一下。这儿直接往上抠，哎。这儿压一下，直接往上抠。哎，看着会了，可能手不会。你也是。我来看一下我的。这样包它、哎、包的馅儿多。对，我来。我来擀。哎，看见没有？我也是手艺人。我奶奶包饺子就是个。你捏一下上面，两边这捏它就好了。你这是捏鱼人的。不，你看着哈。啊、重点来了啊！馅儿包不进去。哎呦，这样的吗？花纹饺。那包起来，一定要包结实了。我这个主要是你好丑，你比我的还丑。能不能包结实了？是不是？北京学的。看我这好好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评论，让别人评论，看这饺子怎么样、啊。我在平台、哎、下边有撒面，不撒面就一会儿就粘上来。那、no, 哦、有撒、哦、原来是这撒啊，这底下要多撒一点。哎呦，多撒！哎哎，对，一群小白啊。我们一排一个人，哎，一个人包的一排，知道吧？一人来一排，好吧、啊？一人一排，一人一排啊。对，一人来一排。来，这也是这浙江的，这是拿，赶紧包吧。陕西的，这是贵州的，哇，跟花一样。花一样。牛叔来一个北京的，对。中间大飞山东水饺，这样它没后边没有褶吧、哇，这个手不容易看它。哇，牛叔这个饺子才好看呢、啊、哇，牛叔你这个饺子好看呀、啊、正宗的饺子、北方水饺，北京水饺、我想说我这个会不会煮泡啊？中药不中药啊？用水一捏，口按死了它就。那这个很好分辨，一看就是方晴包的。对，就跟我一样。我都不搞花了，太麻烦了。那个八八好硬，就和膏一样，跟膏一样。不是一块一块的，你没有吃到软的。我怎么没吃过？我视频里有，你去看呀、啊。我舅妈福建的。他刚嫁去我外婆家的时候，嫁给我小舅去我外婆家的时候，他就爱上了那个粑粑。哎，我们家饺子都大、哎。你这是包子还是？我们家饺子都大，放心。我现在把馅放的满满。好专业哦，虽然不圆。哈哈哈哈哈。哎呀，这好听出来了，虽然不圆，好专业。这就一看就是当主播人说的话，这个黑水平，哎呦，那含量很高。对呀、啊，我就夸你了，哎，哇，太厚了吧，大哥。嗯，没事，大一点而已。是吧？一个饺子顶一个包子，这有转，这有一两吧。我这个转一转，我能转一个包子出来。算到最后大飞一个人在这里包，然后还有牛叔，啊，剩有些饺子已经拿到这边来了，这里面在煮着了，啊，完活了，饺子都包完了，这边已经出来一锅了，哇，这么一大锅，给我来两盆，哇，看一下今天的水饺，
我下的太快了，我还没过瘾嘞。就是那个什么肉炖鸡，啥时候炖的？肉勾鸡，肉勾鸡，肉勾鸡，这个肉是肉勾鸡啊，然后饺子，哇，这个水饺是不是杠杠的？来一下，有的馅特别多，有的又没馅。哎呀，嗯，真香。你的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来点汤，哇，这是一个蘸酱，嗷嗷的，好搞你头是吧？对，汤搞你头，加水可能是八个。这人多，吃东西也香，鸡肉蘸一下，小米辣好辣，就放了四个辣子，吃着肉都辣，真香。对我来说，这好像每人一口，马上就没了。我的个妈呀！我再不，哇，他只是配盐，还能吃一个。这饺子，哇，北方的正宗大饺子，陕北的肉勾鸡，北方的大饺子。今天这个高压锅没打烂，肉没打烂。你有没有数多少根了？多少根了？大家现在都已经吃完饭了，饭火饭已经吃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收拾收拾。没事，以后零食不吃了，那得都炸到三糊了，不吃了。羊肉也不吃。收拾完，今天晚上风太大了，我帐篷都直接吹成这个样了，好冷，今天晚上降温了，我也没有个地钉，要有地钉还能打一下，啊，只能进去压帐篷了，好冷。55天的甘肃之行，可能有一些遗憾，但是我也不能不离开这边了，因为我也不能一直原地不动，在这里一直躺平。嗯，以后吧，有机会的话还会再来甘肃，再来骑行。嗯，这次的话，然后就是和大强一起出发回河南，明天早上正常情况下了，要是没有特殊情况，应该是我们就正常出发了。要是有其他情况的话，可能还会待一天，然后看情况。这边的话现在已经降温了，今天最冷温度4度，然后两天以后就到零下了。确实今天风也大，也比较冷，估计河南现在也降温了，因为冷空气来了嘛。今天是寒露，正好到河南以后天得厚衣服。我现在我在这边的话，我也没地方买衣服，我只有骑行服还有一个外套。到河南以后能活动了，顺便去商场，然后看看哪里有过冬的衣物。过了寒露就正式进入，从凉爽进入寒冷了。在这里感谢一下一直以来支持大飞的朋友，还有甘肃当地的大哥大姐，在这里大飞谢谢你们的支持，以后有机会吧，然后再来走河西走廊未完成的这个骑行之路。现在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的离开，只是暂时的，以后的话还会回来。明天见。